手处于热手，要冷事多，热者从冷，要热攻上，冷者成热，入室以此合脚之处，闲于立之，说是绕城，因于劳楚，艰身于劳，同是菩提，邓发劳相。恶难，譬如有人以一冷手，用一个冷手处于热手，那么相接触啊，与这个热手上要冷事多，譬如冷的事，这种事力，冷的事力多，就是冷多，热者从冷，那个热的手就也变成冷了。要热攻胜，假设要是热的攻胜，也就是他的功力热的厉害，热多了，冷者成热，这个冷的手也会变成热的。入室以此合脚，像这样子以这种的合脚之处，这个两手相处，显于离止，这显出来啊，这种啊知道的这种处，离开的就没有处，合上啊就有处，说是要成，这种的说是这种的冷暖相要成了。因于劳楚啊，他是因为啊，也是两个手这么样接触的，这种的劳，艰身于劳，再啊加上这个身体和这个这种的触角，同是菩提邓发劳相，这个完全呢都是这个真性菩提里头生出了一种邓发劳相。因于离合二种王尘，发脚俱中悉此尘相，名知脚性。此知脚体离彼离合为顺，二尘毕竟无体。因于离合二种往尘，借招离开和合起来，这两种的触角，这两种的网尘，发脚居中，这其中啊就发生了一种感脚，发生那种感脚啊，吸磁尘相，在这个身上啊，这个两个手吸取这种的感脚的尘相，这个离开和合起来，这种尘相名知脚性，这个名字呢就叫知脚性。此知脚性，此知脚体，这个知脚性的体呀，离彼离合为顺而成，要离开这个离合，在离开这种的离和合起来，这种的形尘，这种的网尘，为顺而成，为就是苦境，苦的境界，
顺就是乐的境界，那么欢喜的这就是乐的境界，那么厌恶的这就是苦的境界。咱们就是啊，离开这种的离合委顺而中景，这两种的尘相，毕竟无体，这个处角啊也没有一个本体的，它没有自己自体的。入世恶难，当知世角非离合来，非为顺有，不于根处，又非空生。入世恶难，像这种啊，你应该知道这种的知觉性非离合有，虽然说他觉得有离合这种的尘相，可是啊这个知觉的性啊，它不是从这个离合来的，也不是从这个委顺而有的，也不是于这个身根上啊生出来的，又非空生，也不是从空生出来，何以故？要何时来？理当已灭，云何角离为顺而将一夫入世？什么道理呢？何以故？绕何时来？要是啊，因为相合起来了，它有这种知觉性的话，离当一灭，离开这两个掌相离开的时候，应该就没有这种知觉性，但是它还有的。云何角离？那么既然如果离要灭了，那么怎么还会你觉得有离呢？委顺二相，这个委顺的境界和逆的境界，就是苦的境界和乐的境界，二相这两种的相已复入世，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要从根处，假设你要说从身根生出这种的触角，无离合委顺此相，在汝身之原无自性。怎么说不是从身根生出来的呢？必无离合委顺此相，你要是没有这个离和合委顺这四种的形象，在汝身之，你这个身自己知道自己呀，原无自性啊，可是这种知觉性啊也没有自性的。必于空处，你要说啊，这个知觉性是从空里面生出来的，自空自知觉，这空他自己知道觉，何关汝入啊？这与你这个深入啊也没有关系啊。以上这种种的道理都不是，那么是怎么样呢？是故当知，因为这个，所以你恶难当应该要知道，深入虚妄啊，这个深入的这种境界也是虚妄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这也是从这个真性菩提那个妙心里生出来的。恶难，譬如有人劳倦灾眠，睡熟便无蓝尘，似意失意为妄，是其颠倒生住意灭，
西西终归，不相逾越，诚意之根，坚毅与劳，同是菩提等法劳相。恶难，譬如有人，比方有一个人劳倦在眠，他太疲倦了，就要睡觉的，睡熟便午，等他睡得够了，就会又醒了，懒沉四意，醒了的时候，他看见这种前尘懒，这种前尘懒呢，也就是看见前面有尘，此意。这时候啊，他看见什么境界，就会想起来什么事情。此意失意为忘，如果要想不起来，把这个记忆失去了，就丢了，这就叫忘啊，忘失其颠倒，这个呢就是这个意念里头的一种颠倒。这种颠倒啊，有生住意灭这四种的情形。好像睡觉，想要睡觉，这是生；已经睡了，这是住了；睡将要醒的时候，这意，这叫意；已经醒了，不想再睡了，那睡就灭了，这睡就灭了，这就一个睡觉里边也有生住意灭，在我们人这个念头也有生住意灭啊。你最初想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是生；你正在想的时候，这是住。在这个一个念里边也有生住意灭，我们正在起念这个时候，这叫生；你正在这个念头，你想这个打这个妄想，跟着这个念跑的时候，这叫住；你把这个想完了，这叫意变意了；你不想了，这灭了。就在这一念之中啊，就有这么四个阶段。所以呢，这佛法你要是往深了研究啊，无穷无尽啊。好像这个方才我讲电话，这电话一来就生了啊，正在讲电话的时候这是住了，讲完了要讲完的时候这是意了，变意了，不讲灭了，没有了，也有这生住意灭，无论什么都有生住意灭。俺们这个人一生也有生住意灭啊，生出来的时候这是生了，在世间这住的时候这住了，意有病了，这就意变了，死了，灭了，没有了啊。那没有了，这个人生是不是这个生住意灭就归空了呢？不是的。那怎么样子呢？还又有来生的生住意灭啊，来生又变，另变一个环境的生住意灭。所以这生住意灭是在佛教里头啊很要紧的。你在什么东西上都可以讲生住意灭，譬如这一张桌子，造这张桌子的时候这生这个桌子了，甚至于啊，这个木头，那个木生出来
那个时候就他那个有这个因呢，将来成这一张桌子啊，这生造成桌子，这是住，这用这个桌子，用这张桌子不是永远的这样的，用久了它就会变坏，这是意。变坏以后就又不能用了，不能用是连它的尸首都没有了啊，烧火了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灭了，这生住意灭，也就是成住坏空啊。这个世界啊都是成住坏空啊，怎么成住坏空呢？咱们这个世界成要成啊多长时间呢？啊，要成20个小节，住20个小节，坏20个小节，空20个小节，叫成住坏空，也就是生住意灭。而每一个劫呀，是多少年呢？是139600年，这算一个劫。1000个这个劫，这算一个小劫。20个小劫算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。这成住坏空，这经过这一个大劫，所以俺们，这个时候觉得有立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喽，立国有几有多少年历史了？这还连一个劫还没有了呢，还没有完呢，所以呀，俺们所知道的太少了。这是这个劫呀，也有成住坏空，也有生住意灭。息息终归呀，这也是息这种的尘相，息这种的这个睡眠呢，有这种啊心理，有这种的尘相，终归到我们这个意根里边去啊，不相逾越。这种啊生住意灭的念头啊，在意念里头啊，它也就好像那个水波浪似的。前边那不讲那个水波浪吗？那不相逾越，这也是啊，不相逾越的。诚意之根，诚意呀、啊，这个名称啊，就叫意之根，这意根。这眼耳鼻舌身意吗？这现在是讲意之根，坚意于牢，坚这个意于牢，同是菩提邓发牢相，这也都是啊，这个真性菩提里边的一种邓发牢相。因于生灭二种妄尘，即知虚中。息出内尘，即说内尘。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，名脚之性。因于生灭二种妄尘，这意念里边呢，这是意尘，意尘呢，意缘法尘。这法就是生灭，有生灭法，有不生灭法。现在他所缘的这个法是一种生灭法，这生灭两种啊的妄尘。寄之居中，寄中啊，寄居到啊这一起。这有一种知觉性啊在其中。息出内尘，
吸戳，也就是吸取吸收一样的，和以前那个吸收的意思一样的，吸出内尘。见闻逆流，这种啊见闻的这种呢尘逆流啊，逆啊就是逆回来到这个第六意识里头去，流不及地。那么这种的逆流啊，到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这也可以叫地，流不及地。还没有到这个第六意识里边，那么这叫明角知性。这在一根里头，这种解叫一种知性啊，见闻角知，见闻嗅尝角知。这第六是一根里头的知角性。这个流不及地呀、啊，也就是啊，逆流啊，流啊是不及地，也就是啊，流回来啊，到这个心里头，心，这个心意识，心和这个意啊，在中国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流不及地。它这个逆流啊，什么逆流呢？就这种的，意念缘法呀，这好像有一种流似的，啊，返回来到意念里头去。那么。还没有啊，到这个第八识里边，这叫啊，流不及地。在这个第六意识里边呢，它就有一种啊，这个知角性，角知性，名角知性，这在第六意识里边。此角知性离彼无昧。生灭二尘毕竟无体，那么这种角知性啊，离开啊，彼离开彼啊，那种的无就是醒了，昧就是睡着了，生灭和生灭这两种尘毕竟无体，这个角知性也没有体性的。入世恶难当知，入世角知之根，非无昧来，非生灭有，不于根处，亦非空生。啊，像上边所说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恶难你应该知道，入世角知之根，这种角知性的根呢、啊，非无昧来。不是从醒了和睡着了和这个生啊灭啊和这个意根里出来的，已非空生，也不是从空啊里边生出来的啊。何以故？绕从无来，昧即随灭，讲何为昧？必生实有，灭即同无，即令随受灭，绕从灭有，生即灭无，随之生者何以故？什么缘故呢？绕从无来，这种角知性啊，要是从醒的时候来的，没有睡觉的时候来的，昧即随灭，这个睡着的时候它就应该没有了，讲何为昧？既然睡着的时候没有，那又叫什么叫睡着了呢？必生时有，必定生的时候有，灭即同无，你灭的时候就没有了。
令随受灭，你还哪一个去受灭呢？要从灭有，要是灭的时候才有这种觉知性，生即灭无，生这个生的时候也应该没有啊，随之生者，又随知道，既然没有这种觉知性，又随知道是生生出来了呢？要从根处，五昧二相随身开合，离四二体此角之者，同于空花毕竟无性。要说从一根生出来的这个行着和睡着了这两种的相，随身开合，这随你自己身体有开有合，离四二体，离开这个开合这两种的体性呢，此角之者，这个角之性的同于空化，是等于没有，离开这开合啊，就等于没有了，毕竟无性，他也没有自性的。要从空处，自是空之，何关如入？要从空生出这种的角之性呢，自是空之，这空自己他知道，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故当知亦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这个意念入啊，也是虚妄的啊，这一根入也是虚妄的，也不是从因缘生出来的，也不是自然从自然生出来的。究竟为什么你有这种觉知性呢？也是从如来藏啊妙真如性里边呢、啊、生出这种邓法老相。如此恶难，云何十二出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如此啊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恶难，你要注意听，什么叫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十二处，这个处啊，就是个处所。十二个处所，这个处所呢，也就是一个有一个一定的地方，有一定的住在的地方。这十二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叫六处。再加上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又六处合起来，这叫十二处。也有的地方叫十二入，和那个前面那个六入啊一样的。不过这个十二处呢，是合起来也是色声香味触法。这六根和六尘合到一起，这叫十二处。恶难，如皆观此，其陀数名，记诸玄尺。恶难，你看一看，这个战胜太子啊，这个树林子。记住全尺和这个泉和这个水池，你看一看，余意云何？此等为是色声眼见，眼声色相，余意云何？
在你的看法里边是怎么样呢？寓意云何？在你的意思里边，你的见解怎么样子呢？这佛啊，征询这恶难的意见。此等为是，在这个战胜太子这个树林和这个泉池，你看这一等的为是筛生眼见呢？可是啊，筛生出来的眼看见呢，是眼生筛相啊，是这个筛生出来的这眼看见呢，凡是眼生出来的有这种筛相呢，你讲一讲这个道理我听一听啊。问恶难，现在相信恶难呢又有一点头痛，我又有了问题了。恶难，我怎么知道恶难这时候他头痛？他没有出声，没有讲，没有回答啊，这地方没有回答，所以佛就给他讲了。恶难，要复眼根生筛相者，假设你说由这个眼根生出这种呢外边这种筛尘这种筛相的话，见空非筛，你看见空啊，啊，这眼根生出筛相，那么你见着看空的时候呢，见空非筛，你看见这虚空，这虚空不是筛相，筛性应消，筛性啊就应该没有了，没有筛相的啊，不错。消灾显发一切毒，筛相既无，虽名空执，空已入世，筛性应消，应该消，没有了。消灾显发一切毒，消了，筛性消了，这个就显出了一切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毒。筛性即无，筛性既然没有了，随名空执。有谁知道这空呢？空的这种性质呢？空已入世啊，啊，这空啊，也像这种道理是一样的。绕夫筛尘生眼见者，观空非筛，见即消亡，亡在度，随名空筛。假设你要说这个筛尘生出来的眼见是筛尘呢，这个筛生出来的眼见要没有筛的时候，眼也就不能看见了，只是有筛生出来。观空非筛，可是你这个眼睛看空的时候，空不是筛呀，不是有形象的，有形筛的，见即消亡，应该呀，看不见这个空，见没有筛，这个见也不应该看见，因为这个你说这个见呢是筛生出来的，因为现在没有筛了，也应该没有见了，所以说见即消亡。王在都，那剑没有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随名空筛，又谁知道这是空啊，这是筛呀、啊、谁知道呢？因为没有剑了，没有剑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是故当知剑与筛空俱无触手，既筛于剑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因为这个你所以呀、啊、恶难你应该知道见于骰孔。那么如果这个见和骰孔俱无处所，本来呀、啊、这个见和骰孔俱无处所，既骰欲见，就现在就这个骰和这个剑二处虚妄啊，骰也没有自性，这个剑也没有自性，这两处啊都是虚妄的，也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那么都是由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里边生出来这么多个妄见。恶难，如更听此，悉陀园中十遍祭鼓，众祭撞钟，钟鼓音声前后相续。这是讲这个耳的处，耳与这个声的处。阿难，现在、哦、你再听一听此七陀园中，这个战胜太子这个园的里边十伴祭鼓，这个吃饭的时候就啊敲鼓啊，十伴的时候吃，就是饭这个饭拌好了就敲鼓，敲鼓大家就吃饭了。重祭撞钟，要是大家想忌讳到一起就要啊敲这个钟。本来在丛林里头啊，现在不是吃饭，不是撞钟，撞什么呢？敲那个叫梆。这个梆啊什么样子呢？就像一条大鱼似的，是用木头造的。吃饭的时候就开梆，一开一敲那个大的鱼啊就梆梆梆出这么一个声，所以叫开梆。因为大丛林里头啊僧人太多了，如果你没有个声音呢、啊、人他都不知道来吃饭啊，或者有的在自己疗房里睡觉也不一定。好像好像那个我有某一个徒弟欢喜睡觉，一个样，如果他睡着了你不没有个动静给他，他不醒，连饭也没有，也没有的吃了。所以丛林里头啊住几回着几千几百和尚啊，到吃饭的时候就开那个梆梆梆梆啊，打很多下，不是就这么打三下两下的，打得很久啊，打得越响啊越好啊。怎么呢？可把人都叫醒了，有的人睡觉一听见梆声啊还赶快赶快跑去吃饭去，又穿袍搭衣啊，哈哈穿上袍搭上衣，这个出家人吃饭的时候都要穿上这个袍搭上这个衣啊，庄庄严严的，那么威仪肃穆的。到那吃饭的时候啊都不讲话的，在那个禅堂里有几千这个法师在那吃饭，你没有一个人说话的，没有声音的啊，这叫食不语，吃饭的时候不讲话的。这有两个意思，第一的是持戒啊不讲话，
持这个戒。持什么戒呢？食不语的戒，吃饭 不讲话的。吃饭呢，在出家人吃饭呢的规矩，也不能吃了站起来然后再坐下吃的，都要一坐食，一坐食，这叫一坐食，就是坐着不起身了。有那个行堂的师傅啊，走到你旁边，你吃没有什么东西吃了了，他就给你添什么，你欢喜多少，你欢喜一碗他就给你添一碗，欢喜半碗，你用那个手指头或者用筷子这么一晃，画一个一半的样子啊，他就给你添一半，不讲话的。这个以前呢有这么一个老修行，他是在家人，不是出家人，他受了五戒，受了五戒，另外又受一个食不语的戒。可是他把这个五戒都犯了，就剩这个食不语这个戒他还没有犯。这个护戒的神呢就跟着他，跟着他就希望他犯这个戒，他好就也走了，不保护着他，但是始终他也不犯，吃饭的时候他总不讲话的，以后这个戒神呢就给他托梦，叫他说你怎么，你吃饭应该讲话，你什么戒都犯了，为什么你吃饭这个戒你不犯呢？你快点犯呢，我好也离开你了。我们这个老修行一想，哦，这吃饭我就守这一个食不语的戒，果然有戒神呢保护着我。于是以后啊，他又找了一个有道德的这个法师，又重受过戒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也修行成道了。这每一个人呢，有每一个人的因缘。所以受戒这是在佛教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这个吃饭的时候开帮，据说这个帮啊，原来啊是一个作恶的人，作恶的人呢他在海里头啊就变成一条鱼，这条鱼啊它身上生一棵树，在这鱼身上生一棵树，它专门呢用它这个树的这个很大一棵树啊，把这个船呢给拖翻了，拖翻它就吃这个人。以后遇到一个阿罗汉呢，他要就把这个鱼超度了，超度于是乎用这一棵树嘛，就造了这么一个帮，仿照啊这个鱼的样子。所以呀，这一吃饭的时候就打这个帮，这表示啊，把这个鱼的罪业都给消了。咱们这个鱼呀、也脱生去做人了，这都是啊，没有什么根据的这传说，我也是孤妄言之，也这么讲给你们听一听。钟鼓音声，在这个又是钟声又是鼓声，前后相续啊，或者先敲钟，或者先敲鼓。这声音的前后相续，于云何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耳往生处呢？这又问阿难了，这讲这耳朵是吧，这个钟鼓的声音它响了，于云何在阿难你的意思里你做什么感想啊？
此等为是生来而变，这此等，此等这个声音，此等钟鼓的声音，为是生来而变呢？这声音呢，它走到你的耳朵旁边，你听见呢？啊，或者耳往生处，或者是你这个耳朵啊，到那个声音那个地方去了呢？啊？问恶难，问恶难呢？大约恶难也没有什么话回答。啊，恶难呢，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样冒冒失失的一问什么，就即可就回答了。现在他不出声了，不讲话了，啊，我等着，就等着佛给解释了。那么，恶难。绕拂此声来于耳边，若其实，实罗发成，在其陀林，在无有我，此声必来恶难耳处，木莲假设应不具闻，何况其中一千二百无事沙门，一闻众生同来实出。这样释迦牟尼佛说，恶难，绕拂此声来于耳边，说是啊，假设这个声音来到耳边的话，若其实，就比方啊，我去其实去，这佛自己称自己，实罗发成，到实罗发成，实罗发，有没有人记得实罗发这个是印度话？翻译过来叫什么？翻译成英文呢，或者中文呢，叫什么？有没有人记得？这是最初啊，讲的，在六种成就里头讲过，这是一个处成就来着。这个处成就翻译成英文和中文，怎么样翻译来着？因为他忘了，那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咱们大家都被他忘掉了就好了。我也没有说，你们也没有听，这是无说无闻，是真般若啊。哎，这也是一个考试，我一个月有一个考试，这个就算一个月的这一个考试。这个考试，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及格的。翻译成中文叫丰德，想这回记得了吗？国有五欲财宝之风，人有多闻解脱之德，所以叫风德。风啊，就是五谷丰登丰收那个风，丰满的风。德就是道德的德。这个史罗发翻译成中文呢，就叫风德啊。风就是丰满，德就是道德。这个应该记得，这个是印度的，又叫舍卫国。舍卫国史罗发成是一个的啊。这个小小的不记得，将来有人遇着叫你们也讲一讲六种成就，这个处成就，说史罗发成，我记得有个史罗发成，问问翻译成英文怎么样翻译，那我不知道了。
你说多倒架子啊啊，那你这个法你这个弘法者啊，你这个说法的人被人家问住了，固然是奇奇怪怪的问他，他问你，你就不答复他也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在这个佛经上应有的你应该知道的，那么你答不出来呀，这是未免太抱歉了啊。所以其实我到啊这个舍卫国这个城里头去，其实我到舍卫国了，可是这个七陀林七陀园再无有我，就没有我了啊。此生必来恶难耳边，这就表示说这个声音呢，如果到你的耳朵哦这个地方来了，那么怎么他也能听得见，他就不应该到他的耳朵边上去。他要是啊这个声音来到你耳朵这来，要你去这个你这个耳朵到那个声那儿去呢，这后边有讲的，现在不必讲它啊。恶难耳处，这个声音来到恶难你的耳处了，木莲假设应不具闻。这木莲就是神通第一那个摩诃目犍连啊。假设这个字本来中文是个叶字，但是这在这个地方不读叶，读设，假设，假设尊者。有一些个对于文字不通的人呢，就读迦叶尊者。他读迦叶尊者呢，就知道啊，他对这个学问呢，中国这个平上去入这个声呢，他不懂的。啊，应不具闻呢？到你恶难的耳朵边上，这木莲迦叶他就不应该听到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声音到你的耳边来了吗？你看这佛就简直是不讲道理。这个声音本来是普遍的，啊，谁都可以听见，他这么样讲，这就是，故意来问难这个恶难，和恶难呢不讲道理，看看恶难呢他怎么样回答。应不具闻，何况其中1250沙门，一闻众生同来是处，何况这其中又有这1250个比丘，这些个沙门，一闻众生，大家一起都闻到众生了啊，同来食处，一起都来吃饭了啊！一听那钟声了，大家都赶快来吃饭。绕夫如耳，王鼻声边，入我归住七陀林中，在石罗城再无有我，如闻鼓声，其而以往击鼓之处，众生悉出，应不具闻，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啊。前边呢是说的那个声来到你耳朵边呢，这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啊。他到你的耳朵边，其他人就应该听不见，那么到你耳朵边，也到其他任何人也都闻见这个钟鼓的声。
那么这个证明啊，这个张钟鼓的声不是到你耳边来。那么绕拂如耳，往彼声边。那么回者，你说你这个耳朵啊，去到那个声的那地方去听去，听入我归处啊，好像我回来呀、啊，到这个齐陀林中，在石洛城，我到齐陀林这里边来了，在石洛发城呢，再无有我，那地方就没有我了。你这个，你承认这道理吗？阿难，你说我说这个对不对呀？啊，这个理由你不能辨别吧？如闻鼓声，那么你听见这鼓声了，你这耳朵啊到那个石洛发城去了，你到那个钟鼓那个声那个地方去了。其耳已往，你这个耳朵已经啊往击鼓之处，到那个打鼓那个地方去了。你耳朵钟声其出，这个钟声啊在响啊，应不具闻，你那个耳朵已经走了，再有声音你不应该呀听见了。可是啊，那个钟声起初的时候你还可以听见钟声，你不单单听见耳这个鼓声，钟声你也又听见了。那么你说你这个耳朵去了，你耳朵已经走了，那么你现在又是什么听见的呢？好像我从石洛发城回来，石洛发城没有我了啊，那么现在你这耳朵走了，你还能听见东西，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何况其中啊，不单单有这个钟声鼓声，其中还有啊象马牛羊种种音响，这个很多很多这种声音你都可以听得见。那么你耳朵究竟走了没走呢？你这耳朵是不是到那个声那个地方去了呢？啊，那么要到那个声那个地方去，这现在这么多种声，你怎么有这么多耳朵去啊？啊，你就一个耳朵啊，你怎么有这么多耳朵去听啊？啊，绕无来往，你复问，你要说耳朵也不能到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声也不能到耳朵这儿来，没有往来。既然没有往来，那么你又听不见个什么？应该听不见东西啊，什么都听不见的。啊，耳朵也没有到声那地方去，声也不会到耳朵这儿来，根本就应该听不见的。你说这个道理是怎么样？这个就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如来藏这个妙真如性啊，是不生灭的，它普遍的，不是说像这个某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了，啊，就有这个人走了就没有了，不是的，它是不没有生灭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显这个根性啊是真的，这个妄想啊是假的。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，既听与声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是故啊，是因为这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上边我所说这个道理，所以你应该知道，你恶难呢应该知道什么呢？听与音声啊，你这个听脚和这个声音俱无处所呀，他们有一个地方啊是他居住的处所，没有地方啊，他也没有一个家，没有个家，这个听和这个声音呢都没有个居处啊，大药和药饭的一样，
没有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居无处所，他没有他自己住的地方。即听于声啊，就是这个听尘和这个声尘啊，听脚和这个声尘，二出虚妄，这两种啊的地方啊都是虚妄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也不是由因缘生的，也不是自然生的啊，这是如来藏里边的一种表现，妙真如性的表现。所以呀、你不要用那个分别心来净分别这些个尘啊，净分别这些个处，